Schmidt Anatech。30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热电机组经济且环保的使用天然气、沼气以及其他特种气体发电。热电机组既发电，同时也会制造热能，而所需的能量则由终端消费者直接产生。这种方式的优势明显，从冷却水和废气中产生的热能将借助相应的热交换器被用于加热或者生产，这样一来利用效率最高可以达到90%。热电机组的驱动电机通过天然气、填埋气体、污水分解气体、沼气、木瓦斯或者液化气提供动力。除此之外，电机还可以使用植物油驱动。购买我们机组的客户不仅仅只限于德国，有70%的设备被出口到爱尔兰、美国、日本、韩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印度。作为独立的热电机组制造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超过200个地方实现了超过60兆瓦的装机容量。我们公司的所在地 Medic 正好位于欧洲交通枢纽的交叉点上，因此我们能够始终同我们的客户始终保持紧密高效的沟通联络。在位于 Medic 将近1700平方米的车间区域，我们生产气体发动机、热电机组、供电机组以及木材气化装置。我们有超过70名富有经验的员工，完全可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一切都受到严格把关，而质量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快速的决策响应、合理的性价比以及能够倾听客户的需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使得我们能够为您提供最佳的能源解决方案。要提高热电机组的经济性，就必须保证维护保养以及售后服务。为此，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多样的服务套餐，从更换机油服务，一直到24小时的全天候维护保养服务协议。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在设备上配套数据远程传输。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故障，那么这些故障就会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被自动传输。规划、设计、生产以及售后服务，在热电机组技术领域，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站式的全方位优质服务。Schmidt Anatech 能为您提供紧凑的能源解决方案，是您值得信赖的专业合作伙伴。